监狱有说，那个他说他要把 A 列车九弄出一张花莲地图来，然后盖花莲。跟你讲，一盖出来，我觉得一定是山海线，然后那个中间有横贯连线，然后还有花莲港、东华大学什么都会出来。而且 A 九这方就在建设的模式很多，然后我最喜欢就是一直把全部变成城镇。这袋子是什么袋子？手机塔。不过这个是什么角色？那个日产，就这个。新的转车器哦。